天的慢的话，慢。知道吗？来听好，我无叫你买，但是你要注意听我讲，你若有想要吃的话，你绝对会买，因为真话足贵，真的很贵。一只哦，差不多300块啊，顶个啊。而因为我们的釜山鳗是餐厅在用的特 A 级 ，A 级都有特 A 级哦，这只是特 A 级。一只300买你俗啊，来只5只做伙买，我不爱一只一只买，一只一只买，只买就要1500，1400、1500，总计1000，来1000块啊，等于1000块来釜山鳗，真的很好吃哦，5只1000你是买不到的哦，来1000块来釜山鳗，5只拢我哩，来1500啊，都特 A 级的釜山鳗，你网路开查，特 A 级你也拍的，来讲只真正好食，来1000块，各人要食釜山鳗的赶快，来1000块俩。老爸老母起来较大，要坐嘛，因为好啊俩。讲啊坐，讲啊坐，真正着。来1000块来釜山鳗，来1000块来，来1000块釜山鳗来。真的啦，这釜山鳗都微下巴刚够垂直。六百，千块来。我鱼也没，要求你讲一句话，规家拢抗议的。没我，我鱼头只哦。微下巴嘛的。来尾啊，尾啊，鳕鱼。那个是尾吗？那个是龟尾。来，我爸都算。哦哦哦，啊，看到龟尾的人呀呢？没来啊？没来啊？阿林，阿姐，这一下卖你。我给狗吃了。来，钱给我。多少钱啊？400给我。这边给狗吃都有。鳕鱼外八肉啊？大姐，走吧，帅姐。我这边卖鳕鱼哦。走吧，大姐，我学姐。小姐。对啊。你想人2000好不？卖卖好不？哎，鳕鱼500，你敢收钱啦？收钱啊！才5块好不好？我上一条，还不算5块，还不算爱6块，啊好啦，6块啦，两个人给买买，好啦，不算你啊，来最后一个，来多一杯啦。大哥，这样还卖不好。好啦，不算你啊。来啦，好啦，一个最近一个跌掉啦。釜山鳗最后一份喽，没有喽，釜山鳗没有。钱退出去，你就会先拿到。是有，可是应该是卖掉了，我觉得是卖掉了，因为到今年拢唔晓得有无客家就是咩呀。来，要食这蜜汁鸡腿，来300块我都。十几30块，来只5斤。哎呀，我要回家。好，谢谢你，对。来10斤，来300都后生哥阿姐也带来哈。真可爱，来300块来10斤好哩，来300都蜜汁鸡腿，够来咩叫？这已经全熟了，你回去加热烤箱七砂锅就可以了。来，6斤，找沙发，来八斤，来10斤。你老师我画沙发，你去找沙发。你有在上班无？我画沙发，阿伯啊，200好啦。我画沙发，今年去要找沙发，我倒画。我嘛无咯。哦，这个我较好画嘛，画输你。十几三百，人要赚钱啊，搁要找人三百，五百搁找三百，啊200了。两个，我做两个。感谢您啊，大家拢买啊，放开了，这做好吃，加热就好吃了。我一个。听我讲，听我讲，去收钱。四个。二，听我讲，去收钱。五个。总共7个呢，又叫八拢得了。这个是收。二八九个，好，安尼得。哎，伊会招你啦，大个你是，你动车以前是办啊样，两百呢啊，没有跟，也意思，你啊两百，我做你便宜啦，我来讲，这个对个就开始，帮我换一换上面，一两三四五六七八，搁结账到，我来讲感谢恁九个人个，大哥，哇，你今天比较晚来。哎，10斤200作秀啊！来，恁爱等我哦。这两个加4斤，加5斤哦，15斤哦，恁好不好？吃好爽快，大家爱300，这对恁老师的福利。一个包15斤，9个人去。等我哦，包好我随客哦，你，因为我客户爱带，拢较方便。
无菜，一色个。来，有人要五啊？哦，红三五啊，好。嗯。哇，你要啥？鸡腿遐哦，迄等一下。诶，我唔知有够汤互你无？是等一下哈，等一下。诶，你若无赶时间，无等于我要拍麻将等我。来，红三500块了。来，两个人加买金枪鱼，谁要金枪鱼？买金枪的唔免500啊，来600一个买。500。来，大个买啦。好啊。唔免500，600都。唔免500，600。一碗冰爱100，那700。100好。哎，你讲这样，给那尼亚好，给那个客来来，我以两位客人500块来，来注意看我叫我们的我以很大只哦。来，前面一个要。哦，很大只哦，来我办两个人给你，最后一位我以。来，来我办过来。来两位客人，赶快。三只就450了，我唔开，我唔惊你怎样来四位，来五位拢我来五百块来，最后钱我以，不啦？最后钱。别帅哥要吗？我去抽冰糖，我来买冰。来五百，最后钱啦，给不我啊？这实在无趁钱，来500块，新分五安，五安叫你别听，别过头啊！新分自从我没开车之后，是啊，你有丢赌啦，系啦，开一样，尽量我买啊，好多东西都买。二来，下个有啥物件啊，伯伯？鸡米花什么？来，客家拢来这边啊，喂，来有人这人店吗？咁老啊？鸡米花？诶，这人店吗？兵哥无聊着，这兵哥是聊着墨西哥的，一样吗？这是泰式酸辣。鸡米花哦，鸡米花300，过来，鸡米花多少？我包了，一包300，无过啦，像个盐酥鸡安尼，但是是劲辣口味，一包就够了。来300块就少啊，一包要三，两包300块了。三百，有个虾咩不？2包好来300块，通通有了哈。都有辣的。对，都有辣的。华进，我剩下桌面而已，只有5包，让你们试吃，一人一包，冷巴杯杯掉来8哦，杯一包了，华进150就好了。劲辣鸡米花多少价？欸、其实你看你的时间观啦，你之前你嘛是三号票，泡皮草等于啊，来150块紧嘞，来这边都袂来，来150啦，最后一包咯，金米花没有了，辣可是很香，来150，来阿哥阿弟，要买哪一种口味都可以吗？泰式酸辣的，酸辣的，老总我再买了吗？对啊，给这个话我，阿伯给我算泡皮啊。黑胡椒够哦，你都帮倒的好啊，混合口味对不？来泰式口味哦，酸辣鸡腿条，鸡腿的鸡柳啦，鸡腿整的鸡柳啦，一包700吧，今麦特价啦，我3包200。对蒸对烘对叉，红台来啊吼，你啊蒸蒸叉叉配饭就做好食，一包不好哩，免鱼啊啦，来200块。来500哦，你多阿妹照片啊，要死哦！来200都，就杰兰店家泰式酸辣鸡腿，鸡柳啦，来200，拢来啊！多阿妹太谢了，多上几包，来6包给你，来200块，泰式鸡柳，来200块，这个好吃哦！来200过来，给你来阿彪多阿彪，来200你200都，用煎的、用炒的、用烤的都可以，来10包我包了，来包啦，料料来，包一下全几份，200我你包你可以。来6包给你哦，这鸡腿吧，鸡腿吧，哎，来200块两，6包，用炒的，用煎的，用烤的，什么煮都可以，很适合，很好吃。来200块两，来三包关掉，进来哦，泰式鸡柳，哎，鸡柳大概有一份哦，酸辣鸡柳条，是鸡腿哦，鸡腿柳条，来6包，3包，来200的，7包5包6包，多价多价。因为这泰式的口味哦很特别，你可以去餐厅泰式餐厅吃。来4包5包来6包，来2包。来给你，来起来。来一楼给你，我2包，我给。看不热的。红梅无啊嘞，红梅拢烘掉完，来18包大哥。大哥谢谢。啊，你爱给哦，你有给对哦哈，你唔好走哦，唔是嘿。等下。啊，你嘿6000块烟呐。有料。哦，啊，这个是6000的钱呐。他多少个鸡腿呐？鸡腿几多？7万6000啊！哦，7万6000哦。不啦，鸡腿我无甲你收啦，你讲2包我就对啦。我还不是黑。来2包喽。OK， 我了解，我了解。来泰式酸辣鸡腿，来2包。拢准备了哦，来好，谢谢。来，这小那个秘制鸡腿多高的人给哦？9个客人，这个卖掉了哦。等一下，大姐，我知道你要什么。一颗可以几斤？
来泰式鸡腿来了，爸过来。来泰式鸡腿。有啦，你收的哦，那也无来。人收的啊。我收的呐，啊上不完了。公搞的。有啊，就去上。啊，上无去了。有啊啦，天气啊啦，我不晓得老阿改价啊。先生，对不起。有啦，来啦，你大你的鸡腿，你的鸡腿。来小香肠来。哎，啊，不要做，那也不卖的，去给掉，我热狗的啊，别人拢爱贵鸡的对啊。来，要吃小香肠多少钱？一人十个人客，两百八拿七斤，百，你要七百块啊？小香肠，好好吃的，一百块。这人要七百八斤，这人要七百九斤，这人要七百十斤哦你。来，有要吃十条烟肠，一百块得十一条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条。来，一百块来，小香肠一百块来。我来要吃小香肠不？这是来，来兵哥要小香肠来，一百多只，整整叉叉来弄多只，来一百块，用煎的用烤的炒饭都可以。来一百块而已。你唔知我讲咩几条，你讲十五条，来多少来？来一百块，小香肠一百块来，小香肠一百，都有人要吃小香肠的来。最后一个。十五条给你们，来一百块。都过来啊，小香肠去大工，我来大工。这边一点半到两点之间。没有，有时候如果提早喊完的话就直接下来。哎，妹妹你好，我要给他传右边。对对对，然后正常来讲，如果正式卖都来都五点多，啊，如果快一点的话四点多就下班了。来阿基友来，给我大哥来。OK OK。来大哥九百，你先拿着，你先拿哦，东西要拿。啊，你好诶。多年财啊，你看，人家好进来买啊。来两包啊，给。来两百。有个啦，有个啦。龙王有跟我说。啊，不要找钱八百呐。这让直接三个啊。啊，无咧。龙王。来，你的鹿啊，你真乖，鹿啊有鱼啊，来看出来。有钱鱼啊，来，来，今即要落去煮汤，煮一碗汤，人讲给你。去三家啦，歹势啦，啊，有买鱼啊，都有汤汤，倒啊有做位汤汤的。来，哥咧，才一包两百一公斤，寿司咱只头皮比泡菜好食，来一百五啊，一百块了。来一包一公斤，一百块。宝，酸溜高丽菜，这个很好吃哦。宝哥，来一百块而已，出五包。寿司的嘛，再见。全泡菜呢？鱼头汤没了，郭翔，一百啊，郑小关，他搁咧看。大虾啊，甲拼拼咯，较侪人买好无？拄仔拢买三百，行啦嘛。啊，大哥上店未？来两个人给，来两包我来，行啦。两个客人，这花痴选咯，来两百块，最好几个人给。好，两百块。你要多少钱？你要这两个客人，两百块。我知道我在哪。哦，他在哪？他在哪？来。我是跟我来生。我欢迎。来两百块来，最好几个人给，回去见。好啊。老被包了，无啊，阿姐无啊，买鞋子无？无啊，我唔叫你骑车，我你又唔骑我。好啦，他办用的，你是什么时阵啊？哥，你要怎么买买吧？你要怎么买买？好啦，你前比我较年轻诶，你是年轻啦，你下班啦。现在变成了百姓的自由的，好不好？来要吃瓜蛋，我准备，因为无啊。来，我要吃海贝蟹子啊，海沙大贝啦哈。最大户四箱。七倍啊！你若爱吃，刚刚来这边，我不爱看沙发。欢乐加五个人，加半只贝人的，刚刚带的人吃，拢我他两个推车买。啊，边个有？然后你要吃对五个拢有。来吃海沙大贝，来两百块啊，两百块来。你喜欢吃虾子最好买两份三份哈，哎，一份你会吃不够，我不骗你。来海贝蟹啊，两百块来，今年今年要吃蟹啊，这位来这位来，两百块的。海白虾啦，你可以买一份、两份都可以。但我，如果你今天找你，我今天找你，找你，找你，东西海的话，海贝有什么发过来？先买两份，先买两份就吧。等是六百，你不要骗我爸，找伊得来呐哦。把我爸上诶，哦，我咧也是找急求，你爱找永远都找袂开。来龙华呗，这里四个而已，来几个买？来帮我数。老跟你讲。等一下，几个跟你讲。阿瑟，你好。哎，阿瑟，一起逛街呢。两条呀。先找钱，电话号码。搞了吧。啊，那个一条，那其他都是送给你的。
哦哦哦，来找六百，找六百，还有几个？下午还是少钱嘛？几个？几个？几个？嘿啊，蛋姐哦，嘿啊，小蛋姐，你往后边来播播搞。来，小香肠来关鬼。兵哥，大哥。兵哥哎，来小香肠，来大哥来。我过来，你给他看话来哦。来，大热狗来了。来，春节两不啊，来要吃两百块，一包哩。来两包哩。拜拜。拜拜啊，是拜拜。来两百块。啊，下午来哦。哇，你动作一点，你动作要喘气来，来面对。来热狗两百块来，200块大热狗，要吃今天来大哥来。好吃，你用煎的、用烤的、气炸锅都可以。来，两百块来，乖，你要吃热狗吗？来，两位小姐，谢谢。你别去，你来隔壁小区，你吃过无？到一条才30块。嗯。来，200块，两包哩，一条我剩10块。来，最后一个大热狗，来200块，通通有了哈。来，两百，哎，我无啊，大热狗我无啊。没有了。小家庭，领导的生一个囡仔尔，我给你买一包100块，来100块。来，头前一个，现在就讲袂出来。来，100块来大热狗，够两包了无？来，100块。大热狗100块，通通有了吼。是也可以啊。生一个囡仔，但是带过来吃啦。来，蛤蟆200块来，无啊，无蛤蟆。来，谁要吃蛤蟆的？来200，放袂好无？弄我哩啊！来，200块一个买。无蛤蟆，这蛤蟆是活的哦，不是死的。你蛮好吃，这冰冷冻的。来200一个买，弄我哩啊！来200块，没有蛤蟆了，来200，最后一个人给。蛤蜊200，来两个人给买了，来100块来，100块，吃不完来买100块，来抓买来，100块来，你抓一条抓到一只徛一个足干面，来蛤蟆100块都。我你才抓底下搞咩呀？你又走来走去啊？你我系不会赢。来蛤蟆100来，今日最后一个人给买蛤蟆，活的可以冰一个礼拜。放冷藏就好，不要加水。来100块，就这样。你公牛今天摆他对不对？哎，他买那么多了。然后被夹在乌江鸡的，这个真的是我的，你不要忘记煮哎。你去台北呢？台北哦，台北哦。早上在街市，我没跟到啦。没跟到，都会跑过来的。啊，又跑的哦，辛苦你们两个了。哎，啊，你刚刚常规一路高雄去马拉松，我赶紧报名去。魏金超招来接啊，我想啊，高雄。比全马更加厉害。来，我们吃黑胡椒鸡柳条的来，鸡腿哦，来200块都。黑胡椒多少钱啦？还有。外公啊，今仔鸡腿鸡柳，真正了钱了济啊！来4包200，来边啊大哥你给钱啊！来5包200，来规个恁两个买来6包哩，对蒸对炒对哈，来200块都。无贵啦，鸡柳就是贵一百，鸡腿吧来200块来。来，我们吃黑胡椒鸡柳，来几修改几修改，来200块都黑胡椒鸡柳来，真的好吃，但是没有常态，这个就差不多，对，我当掉零了。来200块都，来黑胡椒鸡柳，来4包5包，来6包诶，不是5包俩，大哥5包，这边6包给几包？来黑胡椒鸡柳，来6包给你，很好吃，用煎的，用烤的，用烤的。来黑胡椒鸡柳，来200块，最后一个客人，来200块，够两百倍了吧？也没有了。鸡腿做的鸡柳条都买到了哦，来，小姐要来。煎炒烤都可以，来200块而已。来200块的黑胡椒鸡柳，弄通没两枚，200块俩，很香哦，黑胡椒很香哦。来6包200块，都拿到了哈，鸡柳200，谢谢。有很多没买到，没关系。来补上慢来，1500，你那一只八，只要5只八个，拿1500块。好不便宜，最后一个人给1300、1200拢买袂到啊！来1000块，只有一位，来补三万，特 A 级哦，1000块，我规身拢卖了啊，买不到了，真的没有这个价钱，真的买不到了。今年买愈来愈贵啊，不更愈来愈贵。来加码鱿鱼，来开500块开始，大便来300块万，我让给你哦，好啊，都不用煮了，切切就很好吃了。谢谢了，拜拜。来，没500，没400，来，鞋啊，咱搬搬好啦。来，我们鞋啊，拍鞋包好啊，嘿，来鞋啊，来。好，来虾子哈，因为不是我收，我不晓得。来，虾子还有谁？大哥来，这几条碗啊，这。还有一个虾子是谁的？来，板烤鸡腿摆后边，这样子。对啊。谢谢哈。虾子这边还有没有人的？有，冰块很多。
可以哈。马丁贝尔特啊，来200，谢谢大哥。来加码鱿鱼，我八百、四百、三百、三百或者三百，这两家都超过三百，不用煮了，解冻切一切就很好吃了。不会了，加码不会了，非常的香，配碧鱼，配碧鲁多。来两家三百块白，你这两家几个？这家老请来三百块来三家，加码来这家个三，免六百，我八了八百，来三百，叫姐妹来加码鱿鱼，超级好吃的。来300块都有了，配币就可以吃了。真起价啊！我搁面顶烧，一二三四个客人，来我价300了，300块来，拜拜。阿瑟云啊，我是讲卡拢一个对一对反对给他，拜拜阿瑟，拜拜。来加码鱿鱼300，就一个人给这来。哇，恁拢唔买？来超真一个，这人来拢买几箱的呢？你唔买买过买几份吃看卖的？来300块加码鱿鱼，因为这个很久没卖了。因为涨价，我不敢卖了。来300块拢准备啊！其实我卖过500，300是本钱的。来300拢准备了，加码鱿鱼，对了吼。开始。我哋菜价上涨了，好啦，哈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讲板烤鸡腿百分价了，来300块，这样没酒。它已经熟了，板烤不会辣，全熟的哦。回去你加热就好了。来3G、4G、5G 哦，来6G 哦，来7G 哦，你8G 哦。当你觉得你都买到了，来，各出几样面包烤过来，来炸鸡，来三八遍，来冷霸或者板烤鸡腿排。你无听音乐出来？噔噔噔噔。音乐没有出来。就是风格的呢。炸鸡400遍，冷霸不让金钱哦，来金钱，记得买好过来。各上冷鸡哦，来冷霸的。下水要去洗菜的，要 OK。12只给你，来冷霸或者200块来板烤鸡腿。我白买啊啦，要红开买来啊，要紧上来订餐啊。来两百了，来两百过来，来六斤。大交代。来十斤，来两百，这两斤够请你来两百过来，板烤鸡腿排，来两百块的，200块来，来滴几客船来。来大哥谢谢，来两百来，最后两个客人哦，板烤鸡腿排，两百过来，来挂贵哦大哥。来板烤鸡腿排，各人没买的话，最后两位，最后两位。弟弟，你没有私房钱，来冷霸过来，来小鸡哦，来这两只够请你，12只哦，来200块而已，一斤麦芒40，我准30只买三粒啦，来冷霸的，来烤鸡腿排都买到了吗？200块，快要求我，要求就有，哦来，哦阿古来快快上，哎呀不服了啊，你先给我这啊，弄我话我用过来。不对啊，不对啊！你拢 OK， 我看来。来，别吃，黑龙我来，冲左边过背包。还有，后面还有。别出出背背过来。还有背包啊？我买挂掉呢。阿你啊，阿你两个收背包。真的。阿无看买你要卤无啊？对啊，你两个收背包。你看买你物件，我都卤无。这安尼有困难。来，吃冲左边，一包10粒。暗时啊，我来讲好食，好食唔免讲啊。暗时啊，你啊歹困，有失眠的问题，你要注意听。哦，你暗时啊歹困，失眠困袂起来，为冰箱你啊一袋起来，为面倒嘞，30秒来水滚。唔成啦，唔成，你买一包等于食我嘛。暗过来去乌康哦，冰岛迄个失眠就去乌康30秒，好哦，遐慢慢飞袂开。来，有要食一包免200块，里面有10片，而且这是重量包的通宵品。1400公克，一公斤是。那要吃一包卖200，大包搞笑啊！那包两只，一包来100块啊！好吗？讲我这卡卖100块。100块。来100块来，各一张底细饼，来一包100块，葱抓饼超好吃的哦。分开来啊，给干妈这个人，你卡卖要给我给。一包100块，抓饼150卖你100块，抓了吗？可以吗？100块。啊？因为做面膜爱去欧康啊，嗯，来今年来100块。我看今仔人家无视频的问题啦吼，谢谢。来，要食高丽菜来，哎，葱抓饼到高丽菜多啊好，吼吼，我替你想好啊。来，一包唔免300，200块的酸溜高丽菜，这大牌子哦，南洋的哦。来，一包一公斤，来200块给你啦。这就是泡菜啦，酸溜高丽菜就是泡菜啦，一公斤当。一包人卖180啊，我卖200，马上赚15块。买一包等于吃，寿司买在吃，八百八块的。
好吃哦，我要骗你。八三，别霸我了，给拍谁啊？来七八块给可以来，我包你。这超好吃的哦，一公斤七八块呢。真的，你可以配饭配面。这边得再吃，啊你忙嘴巴做一顿哦，吃不完，这量足多哦。很多。这七包的量真正足多哦，来七八块呢，酸溜高丽菜，都有人要吃吗？一包七八呢。哇，我靠，我真正上少咧卖。来虾啊，不过来，都有哦，都有拢甲客来。来要吃虾啊，唔免五百四百，来三百块完。讲不了，我不爱慢慢打搞哦。来三百块来，吃虾啊，三百万对。来海白虾啊，都甜哦。来三百块的。没有了啦哦。没有了。来来，三个面给贝贝走了。来三八过来，哦，来三个客人吃就好了。来这样抛起瓜对上，来三八的，来白虾，三百块，我买到了吗？不买到了要吃虾，安尼三八不人饮钱啊。来装包一千面，来八百一个面的。来老板哦，都给你了，没有虾子了，最后一盘了，全部通给你，千一面八百，对吧？最后一盘。谢谢。我拢话袂安尼，搁变安怎？没有，点歌还是要。要收惊，吃这边，啊要解运呢，这边，我要救因呢，十点以后开来。哦，搁变搁变。啊，救白鸡的嘞。救白鸡的爱还点，一点半，凌晨一点半，来墨西哥辣味鸡柳来两百块的，细胞啦细胞啦，来两百多啦，对针对行对差不多这样，来两百。我包啦，你喜欢来两包你啊，来两包的鸡柳200块，鸡腿做的鸡柳，来200块，两包呗，四包呗，你两包呢，通通有了哦，辣味鸡柳通通买到了，这很好吃呢，来两包可隆娃，进两三四个人给，哦，好谢谢，来小家庭的，我点掉。我不知道我要等我啦，大家试吃，来我家，来三八我加麻油鱼，再加两麻模的超长，来加麻油鱼，够三百块就给你，切切做一下，来三八块，最后一个人给加麻油鱼，我啊，来三八块，300块了，来三八，够人无买对无？金鱼花麻婆，金鱼花够麻婆，对啊，麻够一百年，要一公斤了，大包。七百卖走好不好？啊，恁老等阮遐，冰箱无我落冰块侪啦，对啊。他有鳕鱼啊，还有虾。来找七百行吗，帅哥？带我处理。手无够长，袂晓用道具呢，一直徛伫遐，要叫人来摸手。来五百，一个要来五百块。好价钱，好。来鳕鱼200块。几十米用啊？一包虾仁200，来我一包虾仁200。桂林，在那杨桂林遐，你边头讲？哎呀，对啊。你要吗？150。行行。想卖你虾仁？多一点肉个，人客来。虾仁嘛，我今下做半工，啊半工啊都够。那有招那阿姐啊？三十块几块啊？对啊。虾仁吗？你要不要全部买满1200？不用了。我刚才卖900，太多了。好来，要吃虾啊，300块，三个人给买到了。三个客人买就好了，要吃虾子的客人。来三八公司两边钱跟你上，东京有。来300块了，来你们三个买就好了，快点快点，时间不早了。来三八后来，不要吃虾啊，来不吃不要吃虾啊，快点。上火车要倒来，要我哩啦，要我哩，我来就慢慢打打我。我到一半车，等于你车上火车你用的啊。我关了。唔免五百，唔免四百三百，1234个客人都有。钱拿快一点，来200块啦。可以嘛？无两百起啊。来双啊。来最后两个客人，来起啊，200块来。拢系啊。很漂亮。
来，冷爸过来，生气耶，都一样，都一样。来，最后两位了，还要冷爸过来。把桌，哎，大哥你要虾子，把桌邀请上来，两百。生气耶，来最后一个了，虾子冷爸过来，给要钱了，给海北冷爸。没有办法，你们这个来给你海北冷爸，没有办法，谢谢，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用。有了哈，谢谢。刚刚哎呀，对。好了，热火冷爸来，热火一包八，我袂买，来一包得了，一包100块就好了，没有了，好了，热火100块而已。100，thank you very much. Okay, excuse me. Okay,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我们要休息喽。Okay, 拜拜啊，明天早上给老洪开讲一下，再谢谢哈。